特里家的兄弟是黑暗特里家。找对了，找对了！小小，你真是太棒了，一下就找对了。那是，我可是资深奥迷。好了，快看看这里，这还有这么多奥特曼兄弟都没找到呢。这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很简单吗？就是，让我来看看下一个，就是找雷主洛斯的兄弟。嗨，这还不简单吗？你这么快就知道答案了？两秒钟我就把你找出来。嘿，找到了。是谁啊？就是他，阿斯特拉。啊，阿斯特拉不是雷欧的弟弟吗？那阿斯特拉和雷古洛斯也是师兄弟啊，肯定能合成。阿斯特拉，你是雷古洛斯的兄弟吗？怎么失败呢？哎，还是我来找吧。银河奥特曼、罗索奥特曼、雷巴萨、迪迦奥特曼，哎，就是他。你找的谁呀？雷古洛斯的兄弟就是他，雷欧奥特曼。雷欧？你确定是雷欧吗？哎呀，对不对？试试就知道了。没错，你们看好了，雷古洛斯，你的兄弟是雷欧吗？还真是雷欧啊。你们也来帮我找找我的兄弟吧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哪去了？你到底能不能找到呀？你别急嘛，很快的。找到了，就是他，麦克斯奥特曼。是他吗？相信我，准没错。麦克斯奥特曼，你的兄弟是杰诺吗？看吧，我没找错吧？确实没错，看来你还是蛮可靠的嘛。我也很可靠，好吗？你别夸我。这都要摇一下钩，快看一下下一个奥特曼吧。过雷击呀。奥特曼，他兄弟应该也是反派吧？不，我记得托雷基亚的兄弟是一个头上角很多的奥特曼。角很多的奥特曼，难道是盖罗？是他，好像不是他，找出来试试看吧。德卡奥特曼、欧布奥特曼、戴拿奥特曼、雷古洛斯奥特曼、奈克赛斯奥特曼、利布特奥特曼。哎，找到了，托雷基亚，你的兄弟是不是赛罗？不是赛罗，那是谁呀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让我好好想想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想的是谁了？就是那个被誉为真理的战士奥特曼。真理的战士，有这个奥特曼吗？当然有啊，德卡奥特曼、盖亚奥特曼。咦，找到了，托雷基亚，你的兄弟也是格罗布吗？哎，找对了，还真是格罗布。看来关键时刻还得靠我呀。某人还说是资深奥迷呢。我偶尔也会失误嘛。好了，还剩最后一个，我们加快速度找吧。好，下一个是罗索奥特曼。罗索奥特曼也有兄弟？我吧。别看我，我不知道罗索奥特曼，我都没怎么听过。好吧。嘿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可以问一下不用啊。